现在这个压制明显是不够的。直接翻墙，直接过来，直接闪现推。可以，这波下路防的非常好。给乌兹，给乌兹 ，OK。这一波要是泽利拿这个头，情况完全反转，直接艾克大招。而且还得是德莱文的被动掉了，再硬往前种。只有杰杰还被直接勾到，羊来羊去交闪。哎，九桶算是前期比较能打的。九桶大招还白交了，然后等下妖姬要开始 poke。杰杰这波没有闪现，也没有抢龙的机会吗？出个电刀。哇，塔狼直接往前再绕。往前打。胡子往前走。佛佛已经先被打残，杰杰先被秒。打野换辅助。奥文还有 TP 的。得看这波，得看 FOFO 的开团了。哎，妖姬，妖姬这个走这个地方是不是白给了呀？走死不了，死不了，死不了，太灵活了，有军姐不凡。好了，哎，抓不了了，完了，龙还没了。全跑，然后电刀的轻剑就是，你看这电刀轻剑，哇操，好舒服，真要给 FOFO C 啦，是不是？想一下，下把怎么打？嗯，下一把还有下一把吗？有啊，下一场。你说 O N G 打 W 怎么打是吧？E V G 下一场。你怎么？你觉得还有下一场？可以。不，我说 E D G 的下一场比赛。哦。再多十这个妖姬已经处理不了了。E D G 的下一场换 Fair Fox 上去 B P。哇，好推，但是哎，完了。完了，姐姐，白给了呀。然后阿乐也要死，被撞起来，被哇乌兹被撞起来了，完了，乌兹怎么？小狗的位置被撞起来，被勾到了。小狗倒啦。完了，姐姐。羊来羊去，哇操！又给德莱文收个大人头。这个在这个位置上打，可以恭喜 RNG 了。我们还是有一说一，还是得恭喜 RNG。我对 RNG 的选手是没有什么那个意见，还是得恭喜。确实，选手确实没啥问题。对呀、啊，选手这么努力的打比赛。已经急了呀，你看 EDG 的几个人操作就知道已经是急了，就只能看着妖姬慢慢 poke 点塔来了，拿命开了 FOFO， 但是没办法、啊、但没撞到啊，没办法呀。这一波马丁身价直接翻十番不是，凭什么马丁的 BP 能做的比 EDG 教练好啊？那这是我观众说的，我观众说这一波马丁身价直接翻十番，我这边舰长说的，真难道说真给他们捡到宝了？主要是这个波比这一手拿把你的中野限制的太死，我一个强开也要撇被秒，泽利达的人头，但是家没了，这个不懂，不理解。哎，不用 A 了啦，翻不了了，打不动了。这把上去，哎，上脸上怎么说？乌兹射，狠狠的射。哎，甲没了。你打吧，你慢慢打吧。这个妖姬就在那点塔，你慢慢打吧。是。打啊！四杀给你。加我拿了，婆婆怎么死的？泽利怕泽利后期打不动，你说塞恩吗？问题是他要拿沙皇啊，为什么会怕打不动塞恩呢？沙皇还有打不动的坦，奇得怪了。哇，2-0带走，哇，好难过呀，香锅好难过。输比赛的不难过，三国最难过，三国快哭了。
不是，不，我讲讲真的，不是 EZ 教练组连马丁都不如。战斗力爆表，麻辣香锅。你真去吧？怎么说？你真去吧？别搞，直接去地址那个入职申请书。人家来一句，人家来一句，你什么冠军？我要说什么？嗯 ，LSPL 冠军是吧？还是全明星冠军？还是德玛西亚杯冠军？没办法，没办法，没办法。